第三，他看到有些出家人念佛很精进，啊，却不信因果。当别人问他为何不信因果，他说：“啊，都是人呢，是不是都是人呢？”啊，对这种出家人，供养、还施、原理，请老法师指导。供养是你自己修福啊！我们对于是急迫的众生，看到他没有饭吃，我们也要帮助他啊！不能他做恶，他要死，我们就不顾了，这个没有慈悲心，这不可以啊！所以，对于恶人，要供养他，要感化他。啊，要劝导他，你供养他，你对他有恩德了，啊，常常照顾他，他会感到你是个好人，啊，以后有机会慢慢劝导他，啊，这样就好。